4月28号早上7:46，哎，这觉睡的啊，不太习惯呢。午饭啊，学校食堂，伙食行不行？怎么了？就差时间啊，全吃了。别说啊，这学校伙食虽然瞅着不咋好看啊，吃起来还是味道不错的嘛。坐上公交去市里，晚上喝酒了啊！哎呀，这今天往死里喝了的。然后我就行。